你相信运气吗？我打了20多年雷，我礼服被烧了，我把老板的项链给弄丢了，我太难了。我们主编要实力有实力，要运气有运气，还有一张天妒人怨的脸。吧，在我陆星辰之间没有运气。那天晚上你是想弄死我啊？没有我的允许，哪里都不准去。陆星辰，滚蛋！就是因为那个吻，受的运气交换了。一起摔下了山，你就比较严重了。道歉！道歉！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？让我把运气还给你好不好？我怎么可能让你这么平庸的人这样平？我拜托你，我远一点。我肚子饿了，帮我拿几本书，我要上厕所。我凭什么变态？你穿那种样子的才变态吧？这是我家，我想怎么怎么弄。这里现在是我的房间。你真的觉得运气很重要吗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再看看你自己，努力比运气重要。我不会让你伤害到他的。我说放开他！为什么不是我们这些无辜的人来承担？放过我们家小优吧，你的出现就是个错误。从我打算要复出之后，我就不想再跟你联络。我不信。把你错过了10年的生日愿望都给毁了。我的生日礼物呢？他要把运气还给你当做生日礼物，怎么样？回来，你们孩子都有了。